是死保护燕山派，哼！走一边去！啊！若是遇到百花门的弟子，一不能乱看乱瞟；二不能胡言乱语。如何这样看？我在看你身后岩壁上的那条蛇。三，避免争执打斗。来，打我！来来，全都打我几下！看着！四，不能损了门派的尊严。 好凶啊！顾大掌门，绑了。门派里的事不管，天天往百花门跑，眼里还有没有门规法度？你们得是要去，早点回来呀！大掌门好，要去，一个一个去。你听见了吗？给你的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我懂你个大头鬼啊！ 如此良辰美景，林赋诗一首。美人，美景，呀，好浪漫。赵大哥，我练功了。花香四溅，醇厚无比，好香。青丘刚刚沐浴过。我说的是酒。真帅气啊！尽快修炼这等邪功。 看到了人生巅峰的形象。你师祖定了这么多条门规禁令，被你们这些徒孙给毁得一干二净。爱你三世伯。哼。打扰了。